大家好，我叫柯以，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次汉语潮比赛。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学中文的渊源和感悟。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学校提供了中文课程，于是我开始基础和学习中文。慢慢的，我对中文化有了最初的认识，对中国的传统、节日和文化活动有所了解了。例如，陈文哲，我文潮集合中文潮之我龙我是和等转。可惜的是，3年之时，我们这边的了，我被转的了。另外一所学校儿，只是学校不提供中文课程。后来我虽然去到初中和高中，仍有在学中文的机会，其实一直没能入文。这样子一直段，我常常被中国文化及吃美食所信念。幸运的是，我找到读 Wesleyan 学院，开始了中文课程。我有开始学实习，我心心念念的中文了，心事若宽的我有，中文和中国文化有可以再说双眼。我认为。例如，分享和学习并立志不同渊源和文化的我们，开始认真意义上的细致的家庭中的一员。学习二年级时，知名的中文课激发了我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。我正在中文的学习在路上，即使长行，学好中文，理解中文，理解中文文化，谢谢。